怎么样？你没有听过之前有人说你们可能叫十一怒汉这个名字吗？我们哪里像怒汉？其实是这样的，十一怒汉那个十一字，我们之前有听说过，然后我跟朱志南，我读完了，没有人跟我们讲过，就是有十一怒汉这个名字，非常既然非常灰心男孩，太空少年，星光听过好多名字。